影片开始之前，要先订阅，还有按赞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还有不要忘记按小铃铛。罐叫什么？我罐就是。我罐叫做。作文啊。哦，爆米花，爆米花。大家收看。我们玩一个游戏先。那、玩什么游戏？转一个蓝珠关联金，选一个你先。啊。我们要 rock paper scissors 先，谁拿到这个就是输了的。好，来，今天我们呢要来开箱，我们应该是第一次开箱零食。我们最近呢，在这个便利商店呢。在便利商店呢看到了这一款零食，然后我们就想要来。看一个试吃的影片好不好？今天我们要试吃的这个零食呢，就是这个Eureka 的这个 popcorn， 对，它就是爆米花啦。我们这一次开箱的这个模式呢非常特别，所以我们要收脚步，输的人就要抽一个来吃，是吧？没有，不是，谁来拿到这个就是输的，就要没有，我觉得我们就这样，输的那个人就要抽，抽到什么他就要吃什么。OK 吗？好不好？Rock paper scissors shoot， 不是，那你 shoot 的 rock paper scissors stone， 哎 ，rock paper scissors， 然后，我不会 rock paper， 哎，我可以用中文的嘛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，所以我要怎样？我要闭住眼睛，然后选一个。没有，要关眼睛，选一个。我选这个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到我了，我要关眼睛。等一下啦，所以我们第一款要试吃的就是这个 hot and spicy popcorn， 这个辣味的。你吃。我看到有辣椒。我看到有辣椒哎，那它是真的是辣的吗？所以我们来。我跟你讲，就是。抽一个就是可以吃两个。哦，你那个爆米花的味道。我要你吃一个了。哇，是虾米味，哎，有辣，还要看，看一个，看一个。来了一个就好。哎呀！对啊，来一起，一二三。会辣吗？哇，所以它有很浓的那个，我觉得好像是虾米味，然后就辣。到我了。这个是辣味的。到我了。这个呢是，看到没有，焦糖。我要吃。今天的焦糖味，然后等一下你多一次。哦，它的焦糖味很重。等一下才开这个，我不要吃了，OK， 好，所以我们试吃了咸的 cheese 口味，辣的口味，还有这个焦糖口味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吃另外一个辣的口味，你要 try 一下。No！ 不要！有点不一样，看着比较红哦。还好。不会很辣。它是咸咸的那种，就是一点点的小辣，就好像那个妈咪啊，妈咪不是有辣的妈咪，不会讲很辣很辣，但是是可以吃得下。
所以这个呢，我们之后呢就可以边看电影啊，边吃这个不同口味的这个爆米花。这几个口味啊，你喜欢哪一种？我喜欢这种。这个是 cheese 咸的。我最喜欢咸的 cheese。Eureka 的这个爆米花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。还有，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， 还有我们的脸书专页。OK， 跟大家讲拜拜喽，拜拜。Several months later。Hello， 我们现在要开箱。啊，怎么味道这样臭的？好，上一次呢，我们有找到了这个 Eureka 的这个爆米花，对吗？嗯。我们吃了差不多三四种，对吧？我忘记了，应该是5种。5种没有那么多了。三四种啊，然后呢，今天我们又在那个 Seven Eleven 呢找到了另外几种口味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试吃的另外的几种口味。OK， Here we go， 开始，哔哔哔，剪刀，那就剪刀了没？嗯，都是，好，剪刀了。现在我们要开箱这个 ，OK。还没有打开，小心你的手啊！所以我们现在吃的这个是什么口味 ？Nobody does， 我过来了 ，Kimchi 口味 ！Oh my god， 就是 Kimchi 口味 ，Kimchi 是什么？你懂吗？不知道。Kimchi 是泡菜耶！我是要知道它泡菜到底是要怎样弄，你到底是要再剪吗？我剪到那么辛苦，剪到那么烂，耶！来，吃一口尝尝，什么味道？好吃吗？很辣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啊！来，我来试看。对，它是这样。哎，它就是这么泡菜的酸味，很酸啊。哦，现在很辣。现在很辣。啊，这好吃吗？酸酸的啊，不是很好、哦。嗯嗯。不是很适合，但自己都吃，真的很恐怖哎。嗯。你看。嗯嗯。OK， 我们来试看下一个。爆米花。什么味？爆米花，哇，那种是 creamy and creamy sour cream and onion 啊，这个是，我快点吃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有那个咸咸的，很好吃。哦，这个好多了。哦，这个好多了。你等下吃什么？这是防腐剂。耶、yeah, ，哦，这真的好多了，咸咸的 cream， 然后加一加那个 onion。可是我发现今天我们开箱吃的都是咸的口味，很甜。That thing is good. 叮。好，我们来开第三包。第三包来。第三包是什么？一个。哎，这我点的。有几个？哇，我嗅到那个披萨的味道哦。来。有嗅到吗？有披萨的味道吗？没有。我吃一口。很好吃。是吗？哦，懂吗？多味道。所以今天吃的是比较偏咸的。爹爹，这样子吃，全部口味一起吃。哦，够。是什么味道哦？我吃到了。我要爆米花，哪一个不好吃？这个比较不合你的胃口，对吗？然后今天你要选出一个你觉得蛮好吃的 Eureka 爆米花，这个 Creamy Sour Cream and Onion。 OK， 我给你选一个，你要喜欢哪个？哇，我喜欢，我也是会选那个 Creamy Sour Cream and Onion，因为它的味道比较 soft 一点，比较没有那么的刺激一点，因为那个 kimchi 也太酸了。我本来看了，嗯，不怎么吃香，好吃，哇，臭不到的，我不喜欢。好啊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然后下个星期我们再快递的哦。喜欢的话记得订阅，还有不要忘记按小铃铛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啦，跟大家拜拜。More.
Hello，我味道啊，超味道好大。